劈四嘴巴很重，整对嘴巴都臭。干，我是低能的。这把摩根娜最好啊。P 四头很臭，P 四头很臭。来了来了来了，搞气氛了，进去先拉黑。讲了那么多，自己又不跳，开始。没事啦。他以为他打字有人看得到。摩甘娜推荐在冰川吗？可以啊。哇，我会正常玩啊，我不会放生他的，除非他表现的想要让我放生，那我去帮其他路了。谢谢订阅，感谢。摸屎安安，这种通常线上发言非常频繁的，在我这么多年的线上游戏玩家的经验，通常是现实生活蛮寂寞的。对，我们要体谅一下他，没有什么人讲话之类的。我以前会这样吗？我以前其实不会啊。我以前在线上也是一个孤僻仔，我不讲话的。灵魂收割带河水，对啊，应该是吧。巴德头像怎么拿到？巴德头像好像有一个包。头像可以一直抽，抽了就拿得到。好像是蓝粉商店吧？对啊。哎，蓝粉商店关了吗？蓝粉商店。对面中上有点东西。好像看起来有点什么。不过这两条说单人线好像都是不好打的。灵魂收割主 W 的摩甘娜。我好像还没玩过。下一场有机会。这场大家都搞气氛，是吗？这时候呢，咱们就是等别人把气氛搞起来就好了。真是可爱呢。赚个钱，他灰心打我身上没关系。对，不要打我家的 AD 就好了。
其实这只那一只弄我是比较好的。没事。底薪在上。等一下回一个毛利，死了兄弟，我来，干得好啊，好运姐，我帮你拉个线吧，吃一只小兵应该不为过吧，拉个线吃个小兵。这把五速或是三速，三速好了，这把，这把三速。因为这把其实我们不需要跑线找机会，其实也蛮难找机会，三速就可以了。我怀疑你想偷偷让 AD 先死，没有吧？他刚刚不后退啊，他刚刚脚闪他不会死啊，但他只会往前，那没关系啊，我尽力了。什么刚？你们他妈的不要再觉得我刚有让他死了，你们是有病是不是？这李欣运气有点好，怎么盾到呢？直接跳跟啊，想刷存在感而已啊，对不对？刚其实我想要先去龙区的，卡比，你刚刚有看到我想要去看一下那个龙吗？感觉那个去抓那个龙，好像更好一点，也不是更好吧。也是一个选择，如果可以吃到龙的话。好，心情好感值开始往上加一点点了，突然觉得可以玩了，有吗？可以玩了，哎、欸，有头有头有头，哎、欸，有头有头有头，有头有头有头。往上加一，往下减十。
这个下路是不大能玩的、啊。这下路其实是不能玩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六了，我六了就代表什么？他们真的不能玩了。注意理性就好了，但理性我猜现在是往上走。这场稳了吗？还没啊，这场有气氛在。哎呦，干，完了。嗯，被压制愈干嘛？哦，我吃冰喽，谢喽。你也是够烂的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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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感值降十了。不是，我不会死。对面有 TP 的，但对面甲哥是040，感觉还行。看林老师要死了，咖比。没事没事，还行，这上路要再死一次，上路有够可怜的。不会啊，这把跟下路无关了，这把就是上路的戏。好，换少一点，还行还行，我们装备没有任何异常，装备目前暂无任何异常，刚刚只是紫眼加绿眼而已，还没异常。不行，不能解，不能解，解了我怕我走心，我会失控。我们不能动，不能做，不能做这个动作。怎么不点我？谢谢圣光啊的订阅，感谢。先满 Q 吧，这把不大需要魔盾的护盾值，因为吸血鬼蛮 under 的，这吸血鬼也是被操甲的。冷气，
蟹龟怎么看起来玩那么烂、啊、不过我还是要死，没办法，没事。哎、欸，那、啊、怎么他传下来？靠腰忘了帮他点燃，完了，我们这上路有点浮夸。哦，好运姐来了，好运姐只会往前。只会往前，然后下去了、嗯。又一个下去了，完了，节奏要起来了，节奏要起来了，节奏要起来。为什么这个上路要 TP 下来啊？没有好皮啊，咖比。他在刷野，往下走呗。老师，妈的，吃到 Q， 凯特琳玩蛮好，没事，那好运姐太烂了，我们上路直接穿线。水滴了。看我缓速用的不好，应该后面再用。鳄鱼也是偏烂的，这珍娜真的是蛮可爱的。不过珍娜没闪，上路要被贾克斯堵歪了。点燃了，
我死定了。MF 水滴，嗯，被踢走了，那也没办法，对吧？我来，我上塔，比地中。鳄鱼偏烂。我们基本上这边刚刚讲说的嘴炮狗都是来玩的。对吧，刚刚 P5 是那个鳄鱼嘛。也先把它 ban 了。虽然他还没有动作，但我们先 ban 了。安全一点。有了摩根，菲欧拉讲了一句保 AD， 京剧京剧，让他感觉到被呵护的感觉。完了，保 AD 要出事了。保 AD 出事了啦，那个 AD 直接死了啊！这把完了，这把要狙了啊！玻璃心战队要融化了，100%，玻璃心战队直接融化，完了。来，有人先抓战犯了，一样先 ban。我的盾呢？干屁事啊！现在只有一个可以白名单，妈的！你刚刚在那边死掉，跟我盾有关系？全队都要黑盾。魔剑好运姐，嗯，我们等一下等他叠满吧，叠满有可能屌虐。有人要出事了。姐可以吧？舒服吗？舒服吗？还是不舒服？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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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绝对不行不行！聊天室不要再那个恶魔的低语了。我等一下开了，我就是跟着他们一起搞气氛的那个了。我要赢，我要赢，我要赢！我为了要赢，我现在在努力洗脑。我这五个、这四个队友是正常人，他们其实都是正常人。啊，不看不看不看，看了我怕我牙起来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要再诱惑我了，单杀！哎，不行，好像不行。他血好像有点多，嗯，你爆了。
妈的八十一等打十四，喜憨儿是不是啊？第二位，完了，我快队友快要不能够受控了。掉了，巴龙掉了，妈的，自己那么喜欢这个队友，没有一个正常人的、欸。哎，做队友最正常的一件事情，就把全部人都 mute 了。有吗？好运卷快叠满了，叠满的时候我们来期待一下，叠满感觉就要赢了，对不对？各位觉得呢？自出玩到自己输理性那么多等。搞半天，只有珍娜是我们的好朋友。那血鬼玩那么烂还要赢，那血鬼看起来跟残障一样。那血鬼，你跟我讲中上有点东西，那中上是有什么鬼东西啊？啊，洗吧。不间断讨论，不间断讨论，不间断讨论。好，来，开启了，反正这把没救了。来，你们获得了解放了。我就是不投那个。火箭，哇哇，他是最正向的。竟然还是他在反串。
哎、欸，他魔剑呢？我们来试试看魔剑的伤害好了。请开始你们的表演。他是不是在演呢、啊？他在演吧？不行不行，我不能被骗了。我每个都检举，我受不了了。这个好像还好，应该是蜘蛛跟鳄鱼最高。